大家好，我叫李娜，来自赤道附近的深度联合护林基地。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带大家看一看我的生活日常吧。欢迎光临，欢迎回来。以后给大家发，我们每次上场都要用到这个超人车侠一种力量帮我们连接在一起。我喜欢自己化妆，有的时候我还会帮我的朋友化。在这里我还看到很多年龄大的老人和很多小的小孩也参与开幕式表演。虽然我们的国旗不符年龄都不一样，但做同一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像北京冬奥会的鼓号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天哪，好漂亮，最漂亮，天哪，我的国家的在赤道附近从不下雪，没想到来了中国以后，我不仅看到了下雪，还能代表我的国家坐在冬奥会开幕式上。今天的排练很辛苦，但是我很开心。大家看，叔叔还在等我们。现在时间很合适，我要给爸爸打个电话。